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，想吃鱼就自己钓。但是我站在这里已经大半天了，一条鱼没钓上来不说，觉得自己要被鱼钓走了。大哥，你现在还能走回岸边，再晚点就只能游了。别说游泳了，就算是潜水我都不在话下，我可是曾经在水下和鲨鱼共舞的人，我怕过吗？这位人类你好，我刚刚吃饭塞牙了，麻烦你帮我剔一下。这年头大家都很厉害的样子，不过我也很不错了，王者荣耀已经达到了白银段位，为了符合我的身份，理发还减10元呢。青铜段位怎么了？我出钱理发，凭什么让我自己洗头？我不服。只会玩游戏的人是找不到女朋友的，所以我今年的生日是自己度过，生日蛋糕也没有，只好拿啤酒假装一下。朋友，也只有喝醉了才能让你忘记没有女朋友的现实。只要你多出门走走，就会发现找个对象也不难，这家超市的各种姑娘就打折，现在只要7元就能带回家。别痴心妄想什么商品打折了，如果你想去买老板娘，骨头肯定会被打折。哪怕最后我还是孤身一人，我也不会伤心，毕竟还有超人陪着我。来，让我抱大腿吧，以后在地球可就多靠你帮忙了。为什么看到这画面我还有点伤心呢？单身的人总能找到安慰自己的方法，别人的冬天有男朋友取暖，我有跳跳虎围巾，请抱紧我，让我这个冬天不再寒冷。从跳跳虎哀伤的眼神中也不难看出，他也在替你难过呀，姑娘。有了这款围巾，冬天不再孤单啦，情侣相互依偎，我有围巾作伴，只要98。这款假装自己有男朋友系列的围巾，马上就能够带回家哦。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？赶紧拿起手机的电话订购吧。开玩笑，其实啊，单身真的没什么，多少人向往那种自由的感觉呀？多少人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但是肯定有。